咱今天你要去京都去看艺伎。今天你感觉无遐寒呢？但是我阿公今天你昨昏搁遐寒，伊穿哪领衫？飞台吗？刚好来耶！我们在稻荷站，有人让他有人想起了老家京都桥头火车站。这里有老师哟，燕稻荷，这里拜狐狸。好多人呢、哦，因为今天是礼拜六。狐狸，我们现在在稻荷神社的千本鸟居，一集回路就在这里拍的。那这里好多人哦，更不能照相。我们刚刚跑错月台了，本来要去一号，我们跑到了二号，现在要等火车过去，我们才能回到原来的月台。火车来了，因为它比较胖吧，那里很大。你在录影，然后我在跟人家拍我，反正他又不知道。啊，这女生弄头发，她还说，她忘了跟她说两撮留下，要把脸遮住。她后来只用中文跟她说，我想把脸盖起来。全部盖起来好了。穿和服，现在走上坡。你没有录到对不对？人哦，到处都是人。我围了一条跟我的和服很不搭的围巾，他好小气哦，毕竟要再加500块。街上在这个镇子啊，应该有吧。如果不开口，你会以为我是日本人吗？不会。因为我不够白吗？哦。太阳出来了，路上好多人都租和服哦。都分不出来，大家都住得好豪华哦。也不是这样子。我们现在来到清水，这是最主要的，这个地方叫清水舞台。可是因为它现在为了那个2020的奥运在整修，所以都包起来了。我们可以看照片。支持冬奥证明吗？我们用台湾的名义参加奥运，清水舞台。这是日本汉字能力解力协会耶。因为日本今年真的太多灾多难，惨。好了，开始。音效很好。全部的基座都是木头做的，就是我们看的这个高度。英语瀑布，然后它的水泡有三个球不同的东西吧，然后会就是会健康啊之类的。这是山泉水啊，台湾的话。为什么我们一直逆向啊？我明明就已经跟他们一样靠左了，他们就靠右。意思啊，他们。我的后面是不是已经乱掉了？还好。要小心，如果这里下雨天应该崩。我们现在在二年坂。二年坂有什么厉害的呢？网路断了。
现在在花见小路，不知道会不会看到艺妓。这里平常是艺妓上班的地方。艺妓的回忆录。艺妓的回忆录得是。看起来是都没有艺妓啦，人倒是不少啦。它看起来像红豆泥耶，我们找了好多天哦，终于吃到甜的团子哦。红豆泥外面包在马吉耶，里面是马汤圆还是马吉？然后外面裹红豆泥耶，好吃哎，可是好甜哦、喔。